お気を取り。うますぎんだろ。出た先で首をさ、めっちゃ目いっぱい。取る距離じゃないよ。这个塔也可以阿里支付啊，也可以阿里。看看啊，给大家看看，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吧，东京七点，你可以看看这人啊，当日买票啊，当日买票在机器买。大概是2000日元一张票啊，这是东京的高点了，从这儿可以看一下东京的夜景啊。当天票啊，到晚上八点就不卖票了啊。这个买票啊，到这个塔你买票的话，有提前买的，有当天买的。当天买的话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当天买你就得排队了，啊，人就特别多。汉语啊，这有普通话，然后呢，点这个买票，然后是定时票是最高楼350到450之间，当日票，你得点当日票，当日票先不卖了，时间指定，定时我看一下啊，450楼。这是7:30，这个时间你可以上去，然后就可以买一张，买一张，追加一张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追加另一张。啊，这可以。18岁以上，2300。啊，哇，现金，这是我票啊。谢谢了，到下一次。啊，拿着票了啊！看着人啊，是人，全是啊！这上去的时候呢，得插包啊。安检，看到没有？八点这个就结束了，就不卖票了，所以每次来的时候得提前啊。啊，人还挺多的。排队啊，排队坐电梯，这得且等一阵啊。看着呢，好家伙，350米。
这个。哇，大四面夜景，全是人啊。这是俯瞰东京。这边就能看到东京塔了啊，给大家看看东京塔。Thank you.
想在这个后面卖饮料的地方拍照啊，人说了你得买杯饮料你才在那儿拍啊，要不然就在这儿拍着。